喂，这边是台湾劳工会议室TLMR。我们这边也是台湾人民共和国工作室今天到是9月8号2019年，我们还是在参加选举范云他是大安区的候选人本来说4年前刚好3·18结束的时候，范云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没有一举成功当然是因素很复杂。今年4年后，虽然范云已经在大安区努力了4年但遇到政治情势变动太大，四年就是我们3年多前4年前总统选举总统选赢了蔡英文当选总统，所以是大家认为蔡总统会是反对势力的代表人物。结果去年呢，2018-1·24又换蔡总统又被修理过一次就是民进党惨败可见就是反对他的势力有反对民进党。现在是当然是大家说反国民党跟反民进党的势力都有像今天的话就是我们看到韩国瑜在奥重送到造势嘛他就直接会威胁到林淑芬的选区林淑芬的选区芦洲还有三重一带嘛上次立委改选输了他们想要国民党想要在这个区能够有所斩获，又有三重跟芦洲所以这次的造势活动还有隔着大河大桥头就到台北的万华中正区了万华中正区还有就是大同区这边了所以他的战略上面会有大的布局，一下就新北市跟台北市嘛我们今天看9月8日看韩国瑜他的造势活动，是不是他准备把他们的枪杆子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政权，看他意识形态有没有办法转变过来然后我们有注意到吴怡蓉是中山区吴怡蓉跟范云还有一点关系吴怡蓉他好像他的伯伯是吴乃仁，还有他的不知道是爸爸还是叔叔吴乃德是范云的老师范云的指导老师之一所以范云跟吴怡蓉是算起来是应该有些思想观念上面是应该会比较容易了解，而且都是留美派嘛但范云这次在大安区遇到民进党，他要守基本盘，所以他派出来一个哈佛硕士行政方面的硕士在那边打，他还是想要拿下他的基本盘嘛台北市上次市长选举的时候，民进党大概市长选举就拿基本盘是20%，但大安区如果民进党要拿掉20%然后还加上国民党大概有40%的基本盘加起来就非常可观，如果再加上民众党要插一下去换届选举是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会抽出4天的时间还是在大安区进行拜票的行动。但是最糟糕的就是台北市的文山区几乎社民党跟时代力党都没有推候选人然后民进党推了王敏生，看样子也是拿基本盘，王敏生实力上比范云还弱所以他在文山区几乎是送给国民党了嘛然后林佳伟中立区是跟那个鲁明哲在选，现在民进党还没有宣布但佳伟他们要打这个选战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民众党要不要下去所以他们在林佳伟他们现在还没有感觉到有压力但是会发觉选区辽阔，然后建立据点不是很容易但是看工会的态度工会如果是全力相挺的话，中立要突围是有可能的我们再看汐止区是黄国昌助理在选，国昌这次不预备出来选我们下个礼拜三会特别去看一看黄国昌竞选他的服务处汐止服务处顺便
拜访一下哈，戏子的汤商哈，汤办跟劳工，林淑芬、泸州跟五谷，还有这个于天的哈，三重哈，他们对于意识形态动员哈，当然就台湾人意识形态动员上，林淑芬算是有在努力哈，但是于天的三重区哈，他们是不是预备要跟台湾的下阶层啊，产生比较好的一种合作关系，用来抵抗这韩国瑜，或者在抵抗那个，台湾的那个最有钱的郭台铭哈候选人哈，这是看他们的态度哈。但民进党他们在这次在宜兰选区哦遇到了，国民党哈是胜选的区域哈，然后再加上哈民众党在这边要提名。所以在宜兰选区几乎是民党要赢的机会是非常小，所以看起来是才我们觉得民党在台北市的话好像在培植新人为主，即使我立委选不上，我像吴怡蓉就是这样，即使我立委选不上我还可以插边下次选市议员。林佳伟是中立，也是一直都有人说如果他立委选不上下次可以选台北市议员，这是很多人的年轻人的一个想法嘛，就大致上整体来说对于第三势力尤其是非民众党的势力来说，社民党跟时代力党如果没有合作关系这次会选得很累，然后跟柯P的民众党变成要互相在抢那个游离的票是非常非常辛苦。我们现在了解的是这个样，还有他的政策跟政纲不清楚就说我要打左派，我当然要左派优先啊劳工、农民或者是都市穷贫穷的人当优先，我就不能说是我打很悠闲的中产阶级这样会赢。像黄国昌在汐止区，他就几乎对中下阶层他下过功夫看不出来国昌他对中下阶层有下过功夫，就很不容易像幻影在大安区也是很努力但大安区中产阶级味道非常浓他但有下阶层的人像我去社区拜访的时候或市长拜访，大安区有很下阶层的人但要怎么动员跟团结就不是很容易我是纪欣，我们今天很高兴做一下选举的分析。那林淑芬跟于天他们那个只有等韩国瑜走了，然后再自己慢慢想办法再把市场再抢回来因为韩国瑜他造势，他可能造势一次，他可能下次要造势可能就要很久，也许要一个月才会再来或者是去台北市造势所以倒是对在地的势力是其实是很有利他们只要打游击战，勤跑就会赢谢谢。